Hi, my name is Kai Yuan.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YC。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快速开箱，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Pudding。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Pudding V2 的口袋 RGB 摄影灯。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YC。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Pudding V2。LED 口袋。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Y.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Pudding V2 口袋摄影补光灯，那它也是 RGBWW。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Pudding V2 口袋摄影 RGBWW 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Pudding V2 口袋摄影 RGBWW。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Pudding V2.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Pudding V2 RGBWW 口袋摄影补光灯。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OK， 所以盒子里面第一个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竖口袋。然后里面有一本小小的说明书，里面还有一本小小的说明书，还有一张温馨提示。盒子里面还有一本小小的说明书，还有一张温馨提示。
有一个小小的，有一个小小的热虚，还有一个小小的热虚，还有一个小小的热虚接作，就是你可以下，还有一个热虚，还有一个小小的热虚接作，那这个就是可以让你放在你的相机上面热虚。还有一个小小的热虚接座，那这个热虚接座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相机上的热虚，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灯放在相机上面。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USB， 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USB Type C 的充电线。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USB Type C 的充电线。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USB Type C 的充电线。OK， 那最后这就是我们的布丁灯啦。OK， 那这就是我们的布。OK， 那这就是我们的。OK， 那这就是我们的 Ysionian Pudding V2 的布丁小灯。那最后，那最后还有一个白色的，那最后还有一个柔光罩，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柔光罩，就这样子。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柔光罩，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柔光罩，这就是让你的光线变得更加没有指向性。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柔，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这就是让你把你的。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那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的光线，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柔光罩，这就是让你加。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柔光罩，这就是可以让你的光线变得更加。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的光线更没有指向性，就你可以往前照。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这就是可以让你的光线更没有指向性，就你往前照，然后它就是乱照，乱照。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这就可以让你的灯更没有指向性。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